赶集听戏，万家灯火，这可不是电影里的场景，这是青龙古镇，一个可以沉浸式体验的古风小镇。来了，先去汉服体验馆换装。上午9点开始，古装演绎 NPC 就在主街上演曲艺杂耍。镇头的变脸热闹非凡，千佛阁前的彩威舞更是人山人海。手作文玩，烧肉小吃，整条主街的奇妙逗趣都让你眼花缭乱。走累了就到茶馆听听戏，你会发现隐藏在古镇院落之中，有真人实景剧本杀，还有清幽淡雅的古典民宿，一天根本不够玩。不知不觉夜幕降临，美食街负责填饱你的肚子，在街边选张桌子坐下，看看这人间烟火。你们还不心动吗？又是美好的一天呀。